佢又唔幫你走，都一發都要走啊！啲唔掂啊，唔得得得得得。好，你發作走啊，唔得啊，黐線！等等等等等等，你發作黐線啊！一直發作。星期日我就實死牙嗰啲嘢，好似佢星期佢星期日恐懼症啊咩啊，啲嘢食一定要，而且幾日一次，而家越嚟越重啊！星期一就搞我，有時一打開個窗嚟，阿媽咪做，咪食阿媽做啊，唔差有，要嘥水嘥氣要嘥氣。你唔除褲啊？唔除。爸爸翻工嘅，只有日都翻工呢排。我星期日先一定要搞嘅，真唔知咩心態嚟嘅。真估唔到。一到星期一到星期日一定要搞。煮兩碗俾阿姨仔食，煮白飯俾阿姨仔食啊！係咪有問題啊？煮白飯俾阿姨仔食啊！你知有問題嚇？你又離家出走，你真會走啊？咪即係離家出走係咪啊？你鼻涕啊！咦，鼻涕好多啊！哎呀！離家出走啊！你會唔會嚟殺？唔會啊！佢要搞我四日，一定搞我，唔知點解都封山嚟有事啦，定係阿校長三堂對面工作上，而家變成。